啊，咱即摆我去上天降到哦，三朝普渡哦，毋是应机而说，哦，应机而说，伊是一个传落一个嘛。哦，你也是大地有家，应机而说，你到哪方去？啊，咱即是大海普渡，只要你三年成熟，因缘有够，普足因报义书，牵将因线，甲你引进到道中，你就会当得到啊。即遮尔简单，佮遮尔福报。而且有这个福利，哦，啊，咱拢会当把握这个时阵。我讲，啊，咱着求道尔，寸功利禄啊，哦，寸德利建啊，寸德利建立啊，咱着有法度啦，呾啦。只要求得到，父母求命，天堂挂分，你感觉等于身愿如愿，拢也袂做到哦。啊，有遮尔济个福地，啊，咱若逐个去会当快乐加倍，哦，无先上大先无嘛，还佫有小先、中先，对无？吼、哦，为了反正会当等于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伊这所在，吼，咱爱去了解，吼、哦。啊，后壁呢，吼、哦，后壁就甲你讲啊，啥物是原因，啥物是细节，吼、哦，主体就是原因嘛。咱大家有慈悲的心，哦，无论讲内修还是行外哦，度人救人。你若无观世音的慈，迄个慈悲的心，等于敢会去利益众生？好见前面恁才行出去，出去拢爱了时间、了精神，佫爱了钱呢。嗯。哦，为着要度人嘛，是爱陪人去爬山、骑脚踏车啊来佚佗呢。所以讲呢，哎，这个观世音菩萨化作三十吉祥，伊就是要度人嘛。啊，咱信嘛是观世音菩萨，敢是安尼？较早前辈只系讲要度人，咱去帮人伊做事，挑水靠草呢。嗯。哦，啊，咱即卖咧来陪脚踏车，来骑脚踏车陪来爬山，陪伊来佚佗。啊，你唔知呢？哦，法门上，迄、那个法轮常转度众生。兄弟姊妹，如果若无安尼行，叫咱行袂活，你一定爱叫伊听吼。啊，若无你毋免想要去度着伊，因为咱的感受大感，咱的迄、那个哦，你像咱生活怎哦，要伊为为啥物无好着？哦，就无讲，就爱安怎就安怎办啦。所以讲伫。度化众生的当中，法轮参转度众生，感谢。只要歹事袂使做啦，讲伊咧挂掉咧，无伊挂掉啦，就袂使做啦。哦，安尼啊，吼，啊，若唱歌，若讲有迄个需要，先陪伊唱歌，够要紧。但是你的用心调好势就好啊。你唔通交伊唱，啊唱到哪袂煞，哦，安尼就袂使。唱袂煞啦，我唱袂煞，当即摆来讲拢爱唱歌咧。哦，安尼是袂使，哎，是讲怎么来怎么教人讲爱佚佗，安尼袂使。哦，啊，但是伫你用方法的当中，你会阻止了的，袂去用假的，就去混淆去用假的，假的袂使，爱个假的。哦，安尼用什么方法搞了的？你欲利益众生多元化的社会，哦，你不得不讲为了大众心，你一定要想尽办法。所以讲呢，哦。办得不多啦，什么方法是想尽办法？哦，啊，那伊叫咱来，咱有机会，哦，家己度化，哦，啊，叫伊就能尽了，哦，你也甲想，迄那看马子哦，实在你甲叫伊无啥会拄啊好啦，但是有一份情，分了后你甲讲，有可能伊一份就讲 OK， 伊就家己去解决伊个代志啊，会搭配。啊，有当时你情分无够。啊，拄啊也无啥爱啦，吼，歹势啦，我都拄啊袂得，安尼尔，差一个美感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你了解你姊妹，啊、哦，有足侪心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以下零细节，哦，当然的嘛，就是讲，咱伫道场来贡献的，拢总是施舍啦，若无以下就做袂出来啊，你都袂出来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你是施舍，那么伫当下，你就是大细节。但是观音世世菩萨释迦明德，迄毋是固定
一个人在做的，那是一个名号呀。只要你若耳音会得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感谢呢，那不是讲我无法讲观世音菩萨的推销怎样？无啦，袂安尼啦吼。对啊，你若在做吼，你嘛是观世音菩萨啦，因为观世音菩萨不是一个尔啦。你若你所所作所为拢是观世音菩萨形象吼，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袂像土地公，土地公一尊一尊拢无共个，迄个啊原理伫遐个，所以讲呢，定静即是实体，定力即是弥陀啦吼。那定悟是殊胜，当然有定悟。那人定悟呢，就是有这一个主宰，有定悟啦。有灵悟就是有分别啦，有分别就有是非啦。所以讲你有灵悟，以自我为主，容纳不下别人，就是心上思维，是你三足观的。有顶顶的，伫伊个周遭有足济，有足济的迄个啥呢？顶顶塔塔。所以讲呢，咱。六祖的就注重有这个灵悟，就是亲像苏尼山同款，困难重重，下心是海水，烦恼是恶用，讲毒害哦，毒害是恶用，烦恼是波浪，这个，安尼用不着急，是恶用哦，毒害是恶用。希望是鬼神，颠倒是虚弊，颠倒是虚弊，贪嗔是地狱，无耻就是畜生，这就是伫这段后边讲的，无非就是，就是咧讲，咱如果若是有正物件，其实是伫咱的人生当中的，就是亲像，达叔甲恁讲的，就是有，就是属于这。物件就对了，所以讲咧，咱要安怎修好个家己，所以不是伫世间上咧，你若后壁再拢无去，你就是佛啦，你若是佛是阎陀陀、观陀陀，结果你有了着真我、邪心、烦恼，毒害，虚妄、淫乐、贪嗔、骨气，那安尼你真的就是要成就佛的是困难，因为佛别就是众生嘛。就会对着迄个畜生诱导轮回，所以讲个伫这个所在，进一步吼，这就是六祖甲恁讲，家己呢，色心是一座城，干净必现的，出入就是出入的这个出入这个城堡的隧道，这个干净必现的，那么呢，伫这个。我咧有了解干力一些心，有了解我嘛，有了解这个我嘛，那么咧，伫这个四门内讲起，四道门内底，互咱咧自由出入，自由出入。我咧有了解加一个，有了解这个干力一些，有我嘛，我咧这个我点出入，有了解我嘛啦吼，也就是讲我点出入。因为干力必失，咱也无甲伊正用。人讲玉金，玉金什么是玉金？玉金是清净。六根它是清净，但是咱无甲伊正用，变成就是干性、泥性、必性，色性甲心性，所以变的是色心用处。所以讲的话有五点出入，五点出入就是讲的。咱已经沾染到外在的一切尘埃，伫咱目睭所看到耳根，耳根听到，目睭看拢要看好看，听拢要听好听，拢要品香的，拢要食，食这个，食这个好食。那么伫心的触感来讲起，拢都是要感触，要感触的。跳动嘛，咱讲跳动嘛，所以讲咧，有这当中，这就是
这个五门呢，就是外在的五顶，啊，照着咱这个五门伫遮咧出入。你若要甲伊筛选呢，就是这个无好的，吼、哦，必须是清净，必须是无好的，伫遐出出入入。当然呢，咱等四心用事，当下就是众生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内呢，内有一道意门，吼、哦，这道意门，咱就是讲啊，接受了的这个五点，啊，这个落谢影子的意思就是讲印象、影像，哦。咱来甲想，这个意门，敢是拢是一个印象？佮你有看过，有听过？都还绕在你的心意当中，所以讲，咱有阵时也是讲，哦，我捌去对吼，哦，看到你外好看，去对食迄外好个，哦，啊，去对用那去对用，哦，过去捌去，但是伫你的意境内底，你落下的这种影子，当然嘛是涵盖着无好个，嘛是涵盖着无好个啦，哦，啊，伫这个所在不断伫咱的内心当中呢。盘旋，哦，来产生了解这个心教意脉，哦，这心要定下来吼，足困难的。干那来你拜拜吼，要请你佛号吼，安尼请然后请，嘛是拢想离八家去安尼。啊，想讲若我想着去到九道等下，好像九无几秒钟就去走出去啊。哦，拜佛所嘛是啥，拜拜拜，啊，有老在算啊，但是。哦，心拢伫外口咧飞啊，飞，想着要去扭倒转来，敢扭会掉？扭袂掉，无几秒钟就去走出去啊！哦，这个心吼、哦，要控制这个，伫当下专注、专一，哦，属实不是啊简单。哦，啊，这样不断的爱，哦，不断的要下功夫啦，哦，要下功夫嘛。所以呢，心即是声中，哦，心即声中。哦，连这个土地，哦，那么呢，行知声中，哦，伊是这个，哦，行知声中，伊是地母，哦，那像一个国君同款嘛，哦，那么呢，每一个人啊，拢有真正的主人来支配了这一切，哦，所以讲呢，真主人啊，伫咧，哦，能够一文三贯书，哦，你都好，人啊，伫咧，别用什么典籍拢有法度个，人啊，无伫个三寸为灯呢，吼。人就咧看起来一年不好，这个身躯嘛会臭的嘛，好、哦，所以讲个这个真主人就是讲咱的佛性，咱的佛性，咱的佛性哪能比外在的尘劳加以覆盖？咱所做的一切就是算性。咱呐如果真主人比外在一切的色相来蒙蔽去，所做的是四心用事。啊，当然嘛是支配一切啊，但是你用错了。啊，为什么我弄错了？因为你迷失在当然，迷失在现实的内底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在这个所在呢，啊，伊的内心上的贡献呢，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一种的涟漪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这个声中的大悟，大悟是伊。心地之上，啊，心地之上。那么自性，啊，自性在定作主，这就是讲地上这个城的王啊。啊，你讲自性会当做主嘛？自性够低的，你讲这身躯有路用？自性啊，离开去，亲像这座城内底的王，他就不在。好、啊，这个城变成的情有无所，啊，情有无所。所以讲咧，心在心，心在心，其心心坏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伫遮嘛，互咱去了解，大家自心当中咧，拢有一尊佛。哦，啊，咱就是要安怎，这尊佛互伊二六时中咧，会当真正拢总是，哦，二六时中会当去流落，哦，会当去流落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伫啊修行学道来讲起，为什么爱透过很多的学习？哦，爱是讲哦，咱自己爱自发的，家己会当去研究，因为咱若无增加去了解着伊的道理，我们得不到好方法，咱就毋知要安怎安顿着咱的心情。哦，有当时咱听听咧，咱也感觉讲，爱安怎做较好，但是还佫做袂好势，
所以讲，哎，不断去感受道理，不断去感受道理。亲像讲，哦，咱若是大人，咱若要出去，是大人，拢都较交代是遐话，言辞啦吼。你若出去，爱较细腻者，吼，爱安全，吼，爱较认真咧，爱较拍拼，爱着问无歹，吼，啊，你着安全。哦，啊，咱若去听道理，不过嘛，就是讲，互咱吼时时刻刻咧，拢会当得到了道理的这个启发。哦，啊，就是讲，伊当咧下功夫的当下，更有智慧，更有毅力，更有勇气。哦，到有法度咧，甲这无好的评估。啊，咱若如果讲吼，咱若讲话讲啊，都听一代，啊，都毋知代志怎出来。哦，所以讲，咱咧脾气毛病咧，解很困难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就是不断爱家己去哦接受这个道理，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有咧学习。有在听，有在感受，其实它会有作用。哦，啊，当然作用大较小，嘛是爱看咱人，你的决心是安怎？哦，你的决心若有呢，当然你会感觉哦，啊，我修修，安尼修好，我感觉我进步足济。哦，啊，若无的话呢，哦，就是一成不变。啊，若无就是进步的空间足少。哦，当然这嘛是爱看咱个人的感受。啊，你在内心所下功夫，你功夫，内心有高对，你成就高了。好，那、啊、再来就是讲啊，针对着这个哦啊，内底啊个比较哦较深入的哦，啊底下教人大家做一个哦学习哈。啊，不同现当中不同心外求啦吼，当然讲的祖先。当然，你讲的拢伫佛家讲的自信佛，咱大家有一尊佛呢，因为咱大家拢有爱心，有七分的心，有博爱的心，哦，有仁慈的心，哦，这就是佛，哦，这就是佛心嘛，哦啊，所以讲人讲自信佛，自信佛，哦，那么佛就是究竟圆满嘛，伊是清净，清净无碍。哦，人讲百花丛中过，片叶复展生。哦，人讲啊，这个啥呢？哦，百花丛中过，片叶复展生。哦，所以讲呢，那么自性佛佛是啥？佛是一个究竟，究竟觉，伊是究竟圆满。那么是啥物是究竟圆满？也是讲伊的心量清净无染。伊来到这个世间呢，面临伫这个魔力的世界，伊有法度通当家做主，无比着好诶甲歹去甲伊沾染，伊不起疑念。哦，伊看着、听着诶当下内底，清楚好甲歹，咱也毋知，看着知、听着知，但是伊无因为好甲歹来起一个念。以保有伊本来那一种的清净无染，无伫外在的顶境声色来动摇你清净的心，听起来呢？哦，所以讲起来，伫心的清净内底无善无恶。啊，咱一湖的清水啦，吼，一湖的这个清水来讲起来，你若甲断石头，伊敢会是圆的？会嘛？哦，啊，咱当作石头是无好的，但是你甲当作，你若甲蛋金啊甲落去，敢是圆的？会啦吼，哦，这甲当作是善好的，所以讲呢，你不管起一个善念甲恶念，就是亲像一湖的清水内底，你家蛋石头还是蛋金啊甲，都会起涟漪，会失去你本来边境哦的迄个湖水。哦，啊，这是一个比例，自性佛性。如果若是哦，因为安尼来失去了着伊的清净，哦，啊，比样的话，那安尼就不是成就，不是自性佛，唔是佛以究竟圆满的意见啊，境界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伫咧修行内底呢，所以讲不用心工作嘛，吼、哦，咱真就是讲借着学习的内底。来管教了着家己，有对自己，对自己已经失去了着伊本来有诶
颠凹改一锤倒转来，在你的自信上加工，不断的造就，不断的加工，无非你就是要恢复表达伊的清净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内心清净无点，第一无分别，分别就是对立，就是对待，就是有是非。哦，就有好甲歹，有水个甲歹，有钱个甲无钱个。哦，有好人甲歹人，有讨厌个人，啊无喜欢个人。哦，你若无分别，才有遐个。所以讲呢，嘛就是教咱无分别，无论好甲歹，拢总是彼此同等。那安尼，你就是无分别，你就没有执着。哦。在这局来讲呢，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啊！你看到哦，那一世俗来讲呢，你所看到，你就会去沾染，你就会执着。但是，在你有了解，你佛心永殊，你二六十中，你内心保有的那一种清净，你哪会有执着？你看到的当中内底，哦，外在的一切景象。都是延伸延内嘛，拢是一个延伸延内的物件，进无不可能，下一分钟、下一秒钟都无去啊！哦，啊，由于了解，因为本来清净的自信，你起了一个执着，安尼你干法度离为生死？执着就是生死啊！咁是安尼，执着就是死，无执着就是我。所以，既然有执着，就有生死；有分别，就有生死；就有对待，就失去了有一清净的心，就没有达到佛的意境。所以，依照这段时间来，这段话来讲起，咱也是无有了有自性佛，心清净无染，不分别执着。那安尼，你得为何你得爱个心花求欢呢？你就不用了啊，你当下就是佛了啊，你听干平啊，干平真心，对啦对啦，其实讲起来吼，你真咧行的路是阮较早嘛是安尼，迄阵拢阿姨咧教我教的，啊其实但是拢是爱听伊听，有当咧接触听，哦啊但是阿姨咧讲的话也歹势。啊，唔好吼，安尼歹势歹势，安尼进吼，一回生二回熟吼，你嘛是安尼慢慢累积大有所改变，会当是安尼。哦，啊，咱若想讲吼，讲啊，都去听无，你无执着，无论无论着无啥，你不断的在哦，你造就，你到最后还是没有啦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讲你即卖咧，那听较无大，就是你练你的坐功啊，坐功，坐功就讲是一条，啊不是一练。安尼你蛮辛苦，因为你必先坐了，即马坐了啊，心到安顿着，有啦吼，就是安尼个话讲哦，吼，我坐袂调啦，哦，第一是听无啦，哦啊，第二就是因为坐遐坐几工，坐几波，哦，我坐袂调，我无爱，所以讲讲来，若听道理拢听无，我去，你若坐了，你敢有说？有说。你可以摆平你内心的那一种哦，那一种解离条嘛，对不？哦，都启动了嘛，哦，所以讲你修行哦，点点滴滴，无论你上经营东西，让成就的因缘呢，无论好甲歹，所以讲我若当个好个，卖妄谈啊，你甲当作绊脚石，当作垫脚石就好，成就你的因缘，安尼，你就感觉讲用安尼礼拜就对，好，当个歹，你就会气馁啦。你是拢安尼慢慢啊练就，慢慢啊练就嘞，无吼，真的哦，修行哦，讲起讲简单嘛，足简单，啊，讲不简单嘛，无简单啦，哦啊，嘛是爱看咱的意念呀，哦，你若为着后界出世，要落叶归根，超前布施，你就是爱去接受啊，好甲歹，你拢甲当作这是要互我以后成佛的因缘，啊无，无食饭哪会使？要死啊！所以讲，我不爱食饭吼，嘛是爱食。
对哦，啊，咱讲修行会无经过修炼的，会过程要安怎成佛？较艰苦，伊嘛爱，哦，嘛爱行嘞，哦，各位先生，咱是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咱唔盲哥吼，唔盲哥种下轮回种啦，吼，希望咱这世修这世行，啊，这届的机会一世人，外久唔知呢？唔是已经食到六十岁、七十岁、八十岁嘞，啊，一世人就过啊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也当好好练嘞，啊，其实我们可以成就的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嘅伫这所在，你若有这段内底顶悬一段，哦，一音乐，你当下就火，你该两个心外求法，求法，有作无用。过去真正修行嘅人是为了个心性，伊毋是为了好入手。那无了解啦，像咱一般去到庙里面拜祠，拢求法落心，交佛伊交达做去拜五做归求，总不不求伊佛的意愿到达。意愿无同，后界成就到达。无界六祖正佛。哦，无界六祖达做正佛啦。哦，啊，当然过去心修，伊是道理作白，修养作好。但是伊问得到，别说一句，他还是在自性若迷，无可可救嘛。哦，啊，伊就是不了解伊的祖先，伊他还悟不透啦。唔但讲心是菩提心，心如因果来时时天分切分数也平安。交纳做下下迄句诗，有讲菩提本无树，因果的亏待，本来无一不何处也平安。意境都不一样，哦啊，所以讲你意境无够，你意境哦，伫五座来讲起来，他已经成就佛，只是佫爱五座改正道而已。哦啊，但是心修，你按照他讲，伊嘛是无袂去。假如你要做这个修习，袂使存有啥物心，因为意境无够。啊，伊讲伊道理唔捌嘛，伊道理其实足大，是修的啦吼，修的道理唔是唔捌。人讲万感觉万物归一，啊，因归对。啊，唔过唔知就是让你进入六道轮回大了脱生死的边缘，就是讲万法归一，一归合。你要知道，你怎样了，你就可以了脱生死。叉叉。好，所以讲咱今日得到，其实大家研究这本《六祖坛经》来讲起来，真的让你得到的那一种信心。更加的肯定，啊，更加的肯定，没有走错路，啊，没有走错路啊。所以说呢，咱也是外求，在外求当中呢，你就产生当下就是产生妄想颠倒，为什么讲颠倒？因为比一个人已经来给你断边断，要摇啊推引掉来才够好。断有掉，开有掉哦，这样不好。有嘛吼、哦？啊，直接道理相像啊！啊，就是你家己心的问题。啊，你走去外口去咧找，安尼，敢是颠倒？本末倒置。哦，所以看六祖，伊求作佛不求依佛，求佛就是本，哦，依佛就是法。颠倒，真正虽然你是爱会当求到你的本，了解到你的自性佛，你唔该当明心见性。哦，啊，你若如果讲，哦，你是去求福禄寿，所以五祖家的弟子讲啊，世人的心术是在念定之求福田，哦，不求出离心术苦海，自性若你如何可救？真正诶，咱今仔伫世间，你是一个大善人。你思想圣清圣洁圣寡贼，其实呢，都还是落入在一个畜生六道的轮回，还不能了脱生死，因为一住性弥漫。啊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今日有得到这个道，啊、哦，咱得到道，自然咱就会当返本还本返本还原啊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咱啊外求的妄想颠倒，哦。舍本逐末，但是下问就发，
啊，迄、那个永恒不变的福地，你去求，你去求迄个短暂，哦，而且又落入无常的。所以讲修行，人讲无着紧，修佛无不着紧，他修行就是安尼嘞。哦，你得有那个法门，你唔得法门哦，还是一样的，还是一样的，还是在畜生六道。哦，所以讲呢，白白的修行，咱嘛是爱，吼、哦，咱嘛是爱要啦吼。亲像这个仙人皇帝拜七十二祖，啊、哦，因为七十哦，七十二书嘛。这七十二书不是伊在背，因为伊有地位。这七十二书无非嘛是可以落入畜生六道。所以过啊，拜拜供神主，供神主带领天人，我都有当下调脱出来时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伫修行当中咧，咱一定赶快哦，咱家己去体会啦，哦，去想去体会，咱物件要对待。那么在德贺大拜也不能用低的折服去弘扬德贺大拜，有人修德修到说也不修啊，怎样？因为他在火天去等到科研了，说这样德贺不，你知道仙佛帮你多少人吗？你敢知道、哦、其实帮你很多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都不必不知道而已，那是这样。各位先生，您敢恁敢会有感受，互我着感受。当然毋是钱啦吼，毋是讲收得了钱这些。但是就是讲吼，伫无想无想之中，上天帮助破邪的破邪，还是有感觉。这不平哦，不平也有人知啊。老师讲，如何你所作所为虽无薪水，哦，上天补你千倍，那个是有的，不是没有。哦，当然是积极啦。互你减开，本来爱死免死嘛，本来爱大伤，即摆就变小伤。哎、欸，迄大伤落去，搞不好是植物人，恁着要开偌济钱，毋知呢。啊，结果都唔免啦，你小看过一下，你个业一个了一个业，过一下有呢，你甲看，你先要做主笔呢。所以讲哦，咱爱认真做，认真冲，认真拼，才有谈判的筹码。感谢你。哦，因为爬山的因缘，互咱了解啦。哦，迄是爬山哦，伫迄个当中，后来伊是出家去修行的。啊，无你感觉四条人命就对啦。啊，但是伊做者处理了后，无非嘛是叫伊多成功表演尔。伊到讲叫伊运作成较济。那么，其他主教甲伊讲有无？我怎啊吼？运作成偌济？啊，凹偌济年岁金？因为你功德回向给你无形大德，你的无形大德得到这，阿弥了脱生死，他了脱生死，爱是讲伊挂念的那个意识来，哦来求得，所以伊当爱啦。所以讲的咱一定爱做功德，哦做功德啊，希望啊吼，唔盲目去用的，啊、哦、啊，但是咱就是爱做嘛，哦。所以讲呢，伫这个啊下部有关，所以伫修行来讲起，咱一定爱抓住宗旨。你今仔来到道中的宗旨里头，好，你宗旨若抓不着，好，有可能你会半途而废，有可能你就会修得。啊，但是这个修是修起来修的，哦，不是咧修得的修，哦，爱听好意思啊。好，所以讲呢，修啊修。修内功夫，为什么咱爱修内功夫？迄有当时啊吼，若讲道中用咱的身躯工作去做一下，是毋是足简单？有人若较粗重的较疲劳着啦，但是长困过就无代志啊。但是就是迄个心吼，咧搏啦吼，有影，搏过来咱嘛咧搏，迄个苦拢袂起啦，哦。啊！若讲来遮行一头行行咧，因人特别困困咧，明仔载好啊！你看，啊，若要三天忝过就好。但是伫这个内脏，
哦，内在，所以才甲你讲，修罗的功夫就是咧对治啥物家己的烦恼，甲习气，这是做开的经道，敢是？会明明知影咧，咱嘛知影讲唔好啦，唔好得唔好啦，唔好得唔好啦，会啊，哦，所以讲咧，咱要来对治咱这个烦恼，今日咱人烦恼唔变。爱死嘛！但是这个烦恼呢，哦，要安怎去甲伊，去甲伊看开放下，当然这种重要。哦，啊，咱人未当无烦恼，但是伫这个烦恼的当中，咱要呾学习看开放下。咱各位前咱真够有感觉较无烦恼，敢有？正常是有啦。啊，无定会你较无感觉个，啊，其实是有。为什么？我讲啊，人生常客，因为咱真较知影，哦，延伸延灭嘛。那本来爱定，结果你无定嘛。啊，这个延伸延灭，这真热乎，把手提起嘛是无去，对无吼？哦，啊，这是世间内底，你甲看卖个，哦，啊，这咱讲咱拜老人比咱较拜，啊，咱嘛一定礼拜阿弥陀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个万行代志，咱着看较会开。当然，你伫当下内底，你着会想想者，你迄个烦恼着会减少嘛。啊，若安尼听着，你敢敢好？好个啊！啊，无你无迄个方法找到出口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讲，你愈找袂着出口，你愈爱出来。你碰着考验，你定来爱出来。安怎讲？来出来吼，你听听嘛，听听听嘛，听。无定会紧啊紧哦，哦，先去自比吼，安尼借个江苏下一句话，一语惊醒梦中人都麻烦，真简单的代志，你就跨过了。所以讲的是愈不出，愈等着逆境，你越要出来。你若愈不出来，你会离道会越来越远，因为你找不到出口。为什么找袂着出口？因为你无法度。你没有方法去度他，度自己啦，哦，所以讲那个多有内在的众生以及外在的众生呢，咱是安尼，是多外在众生就好咧。咱今天讲的是多咱内在的众生，哦，所以讲烦恼无边誓愿度，你一定要度我，哦，啊，咱若感受讲来道理，感受道理了后，我即马有啦，我即马看开开啦，哦，你就干那像你阿春啊。哦，啊，出在心头去，伊嘛足欢喜嘞。咱啊，十位前贤哦，安尼是他的大恩人。伫伊迄个家庭变故很大，生命又面临危险的当下，哦，啊，伊来十位前贤，你够有钱无？无哦，啊，无伊太，即马看较会开，毋是伊感受道理。真正嘞，啊，无迄阵啊，当咧办读书会，一个月两班，伊都上进，证明伊感受道理，他有吸收着精神粮食，感谢呢。伫伊个心内产生作用，可以无价之宝，你心得清嘞，心到清嘞，有啦，若要求得讲足早就去啦，但是都无出来。哦，甲咱十个前贤过去找着伊的时阵，再去接触。哦，伫伊过出来的时阵，是林先生当登记。哦，啊，伊阁得着惠县内的四弟。迄阵啊，你讲看，恁啊，咱两个啊，到这边啊，无办法，无办法。结果人讲三弟的四啊，吼，啊四弟的伊四弟的迄个啊。伊嘛知影心的问题，伫因对因遐有迄落因咧亲族迄阿弥咧亲族，迄个较少的阿村啊，讲第三个感觉会先来，讲无滴个，所以我嘛讲阿村咧心情足怪的啦，心情，哦，啊，所以讲道理加听啦，总是有好处，咱的烦恼的自然就会减少去，哦，所以讲咧读书会嘛。哦，大家爱好人吧，真的，尤其是老师的话，老师接触你啊，迄个话拢足白话，足浅而易懂，哦，唔是像咧读经典讲哦，迄文言文哦，其他想拢袂。那么再来就是习气，
习气的头前就是习惯，习惯如何改观，习气的真正太重要。习惯的小手平衡分啊，小手平衡分。那么小手平衡分呢？有啦，较严重吼，医生啊，甲宣告讲，你平衡两个只耳会死翘翘，安尼吼可以就会改。还是话你这肝硬化，你啊手搁顶面吼，你严翘变住啊，有可能安尼就，安尼伊就未去改善，当然无好改，无好改。咱今仔日呢，对付了伫这个小手平衡分，对付了伫外。在外在、在内在心所产生的一些脾气毛病，当然咱嘛爱去甲平度。为什么平度？因为咱爱过好日子。咱若如果脾气毛病无法度甲伊平度，万讲你以后会成功，未成功，你当下永远都是在地狱里面。敢是安尼？真正呢，门公无影呢。你或是脾气毛病折磨你，你为了了脱生死，你当下你都惊未出了这个苦海边啊，你又如何能够跳脱？所以讲，以这个习惯来讲呢，能够习惯更较好干，那是习气更较好干。习气是你牵涉着咱过去的过去事哦。过去世人，所以讲的嘛就是所讲的嘛就是讲秉性，嘛是咱人的秉性。咱人的秉性就是牵涉到过去，过去世，你无修圆满，无修好，你即世人虽然你去定亲做人，但是因为你的业识太大啦，业识太大啦。所以讲，为迄囡仔吼，为迄囡仔，你们看迄囡仔细汉，迄脾气外摆，你敢知？正常，你敢知人啊？敢有？无啊，但是哦，你真正脾气外摆的，好啊，绝对来。爱是讲哦，讲迄囡仔吼太高干的啦，啊遐笑话吼，啊你大汉拢捌，伊人敢教？啊，这个读经四辆车啊，是过去式，他就。好的因缘，佮一直来，所以讲你伫这个时期呢，其实足歹改，但是敢爱改，爱啦吼，偌歹改你敢知？足歹改，我来讲一个乌龟啦吼，甲毒蝎的典故啦，有一天有一只毒蝎，伊要过河啦，要过河伊收袂过啊，伊就讲啊乌龟先生啊。我想要过河，你敢会当渡我啦？无我袂当过啊！我会当带你迄个徛带你乌龟顶块吼，你甲我载过。但是乌龟唔嘛，因为乌龟怕毒蝎啊，不是怕铁锤哦，伊是怕毒蝎，因为毒蝎吼拢无代无志个咁劲嘛，迄是伊习气嘛。所以讲这只乌龟吼，伊就讲唔嘛，我不来，因为乌龟怕毒蝎，唔是怕铁锤。安尼，因为怕铁锤，也佫怕毒蝎啦，安尼啦。结果吼，这只毒蝎就甲乌龟讲吼，你来安尼啦，我甲你讲，我来甲你定的，你怎死？我唔是怎灾人啊？这乌龟听听到底，有啦吼，安尼是毋是就靠高招啊？伊已经会甲定啊，会甲定的，伊即马迄只乌龟死吼。伊嘛爱知个，安尼乌龟听咧讲，安尼你讲个嘛影就对啦。所以讲咧，伊讲好啦，安尼。所以讲咧，伊就要载一只毒蝎吼，就要过去。就要过。结果安尼收，一只毒蝎吼，嘛是去甲电个就对啦。我错，我错。不过乌龟就受气讲，你做你虽然倒霉，你敢知影？你甲我讲，你袂甲我定，结果你怎去甲我定？结果这只毒蛇一直甲回死咧个，死咧死咧啦！我歹势啦，歹势啦！因为安那，伊讲毒蛇就已经定人的习气吼，就已经沾染着定啦。我嘛是想要甲你定，但是我是足自然就甲你定袂安尼就对啦。安尼啦，所以讲你讲这个习气呢，真的很不好改。
哦，这独身嘛是讲给人咧，甲咱在过咧，哦，对无？安尼甲定一个奥斯底的时阵吼，诶，你嘛是知影的，但是无法度因为定人定惯性，所以讲吼，咱有定就定惯性啊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时期咧，其实唔是，哦，唔是足好解啦，哦。那么过去有一个讲阿叔迄个。啊，一个叫做，即个，诶，玻璃啊，擦擦到啥物不得了事情。啊，是吼，哦，是，哦，是，哦，一个啊，这牛，牛氏啊，哦，这个牛氏尊者，那是一个流汗啊，哦，一个流汗。那么这个罗汉平常时啊吼，伊个嘴巴吼，伊个嘴就安尼，拢常常安尼啦，吼，然后十来十去安尼弹来弹去安尼啦，那学了是啥物？是讲袂做，你看你讲过啊，吼，所以讲吼，这个刘氏尊者吼，这个罗汉平常时啊，一个嘴吼，就安尼弹来弹去，弹来弹去，为什么安尼？你感觉？对啦，啊是讲伊安怎害的，你敢知影？习气，一种病。天气人是无啊，伊嘛，伊也是迄个气象，你有流通哦。奇怪，你讲的伊太，那你拢知影你是？你是？我连听过，化学真的没听过这个。哦，所以讲的这个尊者呢，伊平常时啊，吹得动来动去。也就是讲，伊过去世有几世拢是做牛做马的，啊，因为做牛做马，迄牛伊会反出嘛，我就讲，伊物件食食了，伊有四个胃嘛，伊有四个胃，当咱伊咧休困的时，你也像较早咱伫床头靠看到牛条，哦，啊，你若伊牛条伫迄牛，你要看，哦，现在趴伫遐嘛，哦，伊就一直咧颠荡，啊，咱若食饱敢会肥啊嘛，啊，伊讲天有四个胃吼，食食了。啊，等伊个吐出来无就对啦，所以讲我讲，你甲看伊虽然是伫遐，哦，伫遐咧休困，但是伊个嘴就也无。啊，因为这个尊者呢，讲过去世有几世拢是做牛做马，所以有反出的习惯，会除的对啦，哦，阿未，甲伊变如雕，所以过去世搁在到这世，虽然伊是都很赶快嘴麻咧，扎咧扎咧啊咧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伫遮嘛是咧讲咧讲，这个习气真的很大，哦，阿嘛是像迄个业感款啦，哦，那就迄个业感款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咧，听伊讲，这个大天业，大天业咧，伊是已经证果啊，但是听伊讲，伊若听着音感哦，伊有那情不自禁的，有那叫人讲。哦，感官拢会有这种经验，啊、哦，所以甚至佮已经达到了着顶级菩萨、等觉菩萨，因为有一分生相无明未断，哦，因为菩萨就是已经达到究竟圆满嘛，哦，所以讲的伊就是讲，还佮有一分生相无明未断。就是亲像十四阴暗，阿未圆满的月圆啊，就十五代圆啊。哦，啊，因为这个顶级菩萨的讲起，伊还阁有一分心上无明未断，所以讲咧还未达到究竟圆满。哦，所以讲起咧，伊这叫做习，以习未断，啊，以习未断。所以讲吼，变过前世，你也看到安尼吼，你着家己无好，着爱安尼改变，吼，安尼改变，无要成就很困难嘛，吼、哦，啊要，咱即马着是要学佛啊，
啊，要学佛的时阵呢，咱就是爱真正伫这个所在来下功夫，变咱达到清净究竟圆满。哦，所以讲呢，这个讲比较讲的这个习气，哦，啊，咱变咱讲啊，对这个方面来下这个功夫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会当度烦恼中、所知中，什么叫做所知中？你感觉所知障？刚才所知所知中，就是为人合佛的观的人，伊就是捌相济啊。你若咧甲讲啥哦，伊比你较好讲，这个叫所知障。啊，所知障咧讲伊捌较济就对啦。哦，伊阁捌较济，所以捌较济那唔好咧。像我这都也袂啥读册，也袂大汉哦，所以捌袂较济啊。哦，嘿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捌上济哦，为伊有这个所知障。你若断了这个，你就通讲明了呢。哦，啊，若讲明了嘛，我变啊，尽心尽力就好了啦。嗯。哦，嘿啊，以后若阁感觉阁较好个时，下山了，甲去去找伊啦。嗯。因为你即摆阁捌较济嘛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有了解这个所知障，有了解这个无明，哦，无明涵盖足宽啦，真正涵盖足宽，念念未了讲未了，哦，啊，咱就知影，伊自心上本来无的，哦，迄个是拢在遮沾染的，啊，就是爱将因分了去，哦，那么呢，把这个缺点给它改正了后，心念安住。哦，在你改了后，你就要来安住你的心念，安住你的心念，你唔当有法度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你唔当有法度能亲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。真正咧，迄莲花伊有高贵的情操，互人吼赞叹。你看咧鬼佛吼，拢总是爱莲迄个佛拢坐莲花，因为伊清净无染嘛。伊出污泥而不染的那一种情操，哦，啊，当然嘛，伊才把人开发，哦，水愈多，莲花愈多，开愈水，哦，那么呢，这个五道的世界，过去诸佛菩萨嘛是伫五道的世界成就的，但是，安尼，咱交因的环境够大，同款啦吼，啊，伊的身份呢，安尼，咱敢有想要得去？有，爱讲有啦，伫遮唔好啦，伫遮有钱嘛艰苦，无钱嘛艰苦，看嘛艰苦，做嘛艰苦啦，有嘛艰苦，无嘛艰苦啦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啊那安尼何不伫咱即马福气较好诶时阵吼，安尼咱已经半仙啊嘛，哦，啊搁小可修一个全仙啊嘛，哦，所以讲安尼就够啊，因为吼咱人吼已经。半山的叫做半山，你敢知？迄仙拢徛伫云顶嘛，对无？腾云驾雾啊！但是咱进春门桥多啊嘛，是腾云驾雾，所以去差一半，就变专仙哦。啊，所以大家去差一半，然后就变一个会啦，有咩问题？哦，所以讲起来就是讲吼，咱除掉这个烦恼中、所知中、无明，甲这无好的。当然一项一项，阮家己会当关照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来平度去，希望伫迄个当下安住你的心念，不要再被外在的一切来沾染、来动摇到你的，吼、哦，来扰乱了你的心啊！哦，你慢慢来安住啊！哦，就是讲你看到、听到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哦，不要再起疑念。当然，该你去该应对，输去即边，输来即边，即个卖讲，讲何准？做开始啦吼。哦，即唔知何话前办啊，但是何家进吼，就有那疑疑难答呢。哦，啊，当然，而且拢大家互勉互励啦。哦，诶，啊，希望讲伫即物质的环境。咱得佛都会当出悟而不染，哦啊，咱一定要安住心念。咱今日感受到你不会，就是要去掉本有，恢复本有。了后，咱会当安住，安住就是要比外在的一切来动摇你的心。哦，
不动摇的练习你的佛性，你的自信，它叫二六十中，中中是圆妥妥光灼灼，就袂阁去有覆盖啊嘛，哦，就袂去有覆盖，哦，这就是咱修行学道的功课而且，你修道有功课咧，唔是无功课咧，唔是到迄个求道求了啊，菜也食，哦，菜也食，安尼就拢无代志啊。唔知讲食菜了不了，代志更较少。因为爱学爱去仪器改毛病嘛吼，哦，也听。你清口的气就是讲咽文尔嘛，安尼就当然无代志啊嘛，清口足简单啊。哦，即摆学即个要改即个脾气毛病，敢若无改吼。所以我嘛感受着讲吼，迄阵啊，讲要清口吃过只高丽胶吼，安尼七八遍的遍拢无啥会起，结果白起原文入去小去了后，啊清口就安尼尔嘞吼，啊就安尼食尔，鱼仔肉莫食就好啊。哦，安尼结果吼，伫遐讲哇，唔是清口困难，是要要病毒才无好，才是困难。哦，这就是咱修道的功夫。哦，啊当然嘞，咱一定同款爱伫这所在的功夫。无论讲咱进去外公来讲起，你有偌大的才华才力，你相对还是要向内修行，敢是安尼？唔是讲个讲外在的哦，才能很好，哇、哦！安尼得用的，安尼我已经哦做到安尼平平平平哦，外在的成就很多，代表我一定成佛。没有，你赶快爱提升了着你内在的修为，但是不会双修，哦，但是不会双修，哦啊，所以讲呢，咱哦这方面。打扮主道，阿妈希望讲，咱拢有哪同款，会当对心性下功夫啦。哦，安尼嘞，咱安尼学中做做中行，哦，阿个外王建立功德，内在也能有所成就。哦，到最后呢，会当内外双修，恭敬佛法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以这个贵人。咱嘛是爱嘛吼，未使讲吼外在交际，安内在就没有下功夫。啊嘛未使讲吼我好，我拢家己修修甲足好势，结果要出来道中八班做的，一个是无爱，安尼敢会成就？会啦，嘛会成就。较好的是阿罗汉尔，因为你修家己独善其身嘛，所以伫咱独善其身的当下，咱嘛爱兼善天下。你唔当讲自卑，啊无你家对家己自卑，对众生无自卑，你哪会当成就佛？因为佛来讲起是最高，哦，因咱救星圆满啊，救星圆满是伊，哦，内外双修，伊就是第几立地等几大达人咧。哦，啊你若能够把我修好就好啊。哦，啊这你出来用啥啊？这我无来。阿那阿弥，你成就还是有限的，哦啊，所以讲呢，对有了的内外双修呢，哦，咱别安那讲，哦，对这两个方面，拢赶快，哦，爱赶快用心的对啦，哦，别安那来打造，哦，打造咱未来，哦，别登起的路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心念安住在静定如如不动，哦，你这个当下你就是明心见性。哦，你就是已经明心见性。哦，伫这个静定，就是讲你已经安住了后，静定伫迄个当下。哦，你有看见，冇听见，但是我不起疑念，安尼就是叫做如如不动。哦，你明心见性，就是讲你的佛性二六十中都是哦呈现出来的，无必要有外在的一些。贪嗔痴慢疑，无有了着一切不好的污染，搁在覆盖着你的自信。哦，你有法度能保持着安尼，哦安尼呢，叫做明心见性。啊，咱来甲想，伫这个静定如如不动，明心见性是你家己爱去做出来，还是叫人做来给你？那？也听你做你的修行，我好，因为你是菩萨。
哦，你是我好事，我让我意见嘛，这边对啦，感谢你，哈、哦，嗯，所以讲咧，以内在这个物件，佮外在嘛是相，拢是爱甲，个人输个人赢嘛，个人食亏个人败，个人生死各自了嘛。你收收的袂少伫我遮来，你收甲拢完完，我嘛袂好啦，因为我改变嘛，哦，所以讲这家己的生死，家己爱去解决啦。你佮去外口，你去叫上来保庇啦。你爱家己保庇家己，唔是讲好啦，你甲保庇我也来当西方，敢袂当？咱比一个例啦吼，好啊，若台人放火，啊叫人枪毙啦。啊有好，阮村里的人足慈悲的，请过来高僧大德，甲好我上去将伊，去将经啊，伊咧看我敢会当当西方极乐，敢会？那也袂当的，我有请高僧来去上经的，那也袂当。我有开钱的。因为你家己无迄种条件呐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没有往生的条件呐、啊，你才会当移民。不是靠上经来甲你登西方的，较好的，甲人安尼过去世界世尊嘛，免得修行。对哦，过去无修行人，即马无修行人，以后嘛无修行人。修修的是修内内在，你要成就，就是自己要去造就，不是别人造就给你。咱敢袂当食饱挂床单，咱后代会养孙子好啦。小小姐吼，真正有影咧，目睭也开实在啦，安尼，敢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起吼。有领毕业的时阵吼，该做来做拢好势，吼，唔通讲吼以后拢恁囝吼当做来服务，啊，我真无需要紧啦，我来交代后摆吼，咱做服做来服咱就好啦。哦，啊，若无的时阵，咱着万代先叹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修行这件代志，哦，当然呢，咱哦爱家己，哦，所以讲自性灭，即是众生自性觉，即是佛。啊、哦，自性觉即是佛，所以讲呢，哦，咱今啊落在这个世间呢，哦，啊当然啊，咱在生是承愿如来啦，哦，啊或许是待业往生来的，所以讲呢，佛法呢一定要去修持，待当化去，哦，化当来明心见性，哦，啊众生觉即是佛，化当照着安尼来倒转去。啊、哦，所以讲咧，修到这件代志，哦，你说讲是非常的殊胜，哦，阿妈就是讲，咱大家拢具有一个佛性，咱一定爱找回家己本来面目，然后，哦，在心性上下功夫，哦，啊，一定爱改，哦，我嘛在爱改，哦，就亲像迄个毒蝎啦，哦，哦，毒蝎，哦，伊讲我大我了。哦，都已经定啦，定惯势啊！我嘛知影袂使甲你定个，甲你定个，你死我嘛死个，但是伊嘛甲定个啊，迄个对啦。哦，同归于尽吼，啊无办法了，因为伊死气是安尼嘛。哦，啊当然借着这一典故啦吼，啊，什么是克己复礼？哦，当然要改伊无好个物件，毋是遐好改啦。哦，亲像阮后生吼，迄阵啊，讲要断无年头啊吼。讲，互我用皮带甲碎，因为伊阁要食嘛吼，啊要来炖嘛吼，啊无爱互食去烤啊，所以讲用皮带甲碎啊，克己复礼。哦，所以是足辛苦啦，哦，啊所以讲咧，啊、对于要求这个免啊克己复礼，真的，我们一定要下那种功夫，可以就可以啊，不可以就不可以。哦，因为安那讲，不可以的理由。回不了家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唔再讲修行是起于本无，回复本来无的，哦，啊，那是做歹工，那有迄个遐尼可贵的代志，哦，啊，那有可能登顶人家，无可能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难改难改，难做难做，哦，难行难行，哦，安尼讲，他们显露了着伊的可贵，哦，啊，这个以修道的书生啊。咱若有法度，人真正家己做会出来，
即使我们的命运之后在改变中，命运就是在改变中。朱元一言呢，难得也趋向一个先后都是一个平坦的路，平坦的路。因为以后天地的平坦嘛，是按你有修持，你有会上去，安尼你到他都能根深蒂固。那无，就无迄个，心的幸福呀，伊的千秋经吼，到一时死啊。无法度啊，众生就是安尼啊。千秋经吼，千秋经，那上帝啊，你千秋经互咱当大经当起啊，世间好，做老伙仔很好。我嘛想讲吼，后边若像做神吼，就若千秋经互咱更出油经。你啊看卖啊，遐侪人咧拜拜，各有大鱼人看，各报第二人看，偌好咧，安尼。所以讲，遐但是信奉爷吼，伊伫千秋经内底，伊到是修心啦。伊讲千秋，千秋，我心成幽啦，安圆归女成礼大富，礼愿燕赵见我成求，求是软软求，丢丢求是有福求修啦，有德无德不知在意。五六助逆岂不是作恶顺流啦？逆流行善何必必有？各位先生，你敢安尼敢卖求？逆流行善何必必有啦？安尼敢卖求？无啦，不是求啦，是做啦。逆流行善，还是要把它做出来。自然你就会累积那一种福报。当然这是落在咱伫世间的福禄寿。说实在，你是还是要。舍得舍得，你有舍才能获得的，何况都在你的内在，已经超过35分吼，咱今嘛吼就是心得分享，心得分享，因为伫下一次咱正经里面过去拄拄啊好，过去陪哦，没有，陪我姊妹我看到下一次是4月7号吗？所以4月7号是那个蒋庆芳，4月7号的第6号是台金芳。所以7号是，所以那个文。你负责那个公交继续讲啊。不紧啊。那一次到移植是出生的嘛。那个那个比较要紧。那哪有这么久？